想看戏法吗？ 一起来躲他 W，A 一下 ，OK。 我一级不行啊，我一级。他死了，跑不掉了，别急。跑不掉了，他不用叫闪现。等个一级的带走就行了，这波要如果叫闪现他就很亏了，你就等个一级。 是不是无敌？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痛不痛？我就问你。 没有致命一击，伤害确实低啊！操！干啥呀，哥们？我跟他换掉，都别好过今天。爆你身体经验怎么说？ 浪费了一瓶药，别怕，就和游泳一样。 现在塔容易出现那个红点点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红点点，看到没？什么意思呀？那地上，刚闪好多点，刚刚，那又有了呢？那奇怪呀，这玩意。 来，对，来。大娘，不要想揍我！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 凯旋，没带。哎，还不适应。别吧。 哎呦，还没吃到，谁打翻身，我们先杀了都可以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真的狂啊，潘森，记住你了。我怎么觉得潘森变肉了呀？跟之前比起来，别怕。哎，对，别给他抢了。进攻死了，全世界都会美好一些。跳下去了，这人也不对线。我要给他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海浪。帮我把他拦住男枪。遇见双了，好，看我这波秀他。我操，有点痛，他没蓝了。Q 闪我潘森。有这点能耐呀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动作呢。我能升级的，怎么说？这样浪费你时间，靠，没打倒啊。来追我，
他这一套不解释连到呀，我四个血一还没有到。哎呀，烦人，烦人了，有点。一下打了好多技能的人，我感觉。小鱼跟 Timo 笑的不一样吧 ？Timo 是，哈哈哈，小鱼笑的没 Timo 甜，有点差距。哈哈哈。我准备好了。金石弹射。逼到他身后，怎么说？技能全打出来。技巧，这就是技巧。满血剑魔，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鳄鱼死了，大刀都没开，怎么打的？这个E不用了吧，省点蓝，有点没蓝了。如果剑魔来，我还蓝不够了。没蓝了，没蓝了，哥哥哥，哥别。我操！我一没中，走不掉了。哎呦，我这玩的有点太烂了，真的。不了了，真是差一点蓝，好有点缺蓝。真以为你可以，嗯哼。你就放那个楼，对，大厅就好，放大厅就好。好的。
给我奶买的那个身体乳到了，润肤膏，就是那个冬天抹脸的东西。我得跟我奶说一下。啥意思啊？到底还敢来冲？死吧！他怎么回血了？刚刚？优秀！哎，怎么出不来啊？明了就。五点能看吗？五点看不了，肯定还能再抽个号。我很愤怒啊！点燃你必死，放你看到没？怎么点闪现了？脱了吗？这版本女妖没人出了，我发现女妖现在没太低了，虽然说她法强高，但是没人出，太贵了。女妖作为一件女妖太贵了。就和游泳一样。秒绝命圣雨杀，他没有丝毫的反应。想看戏法吗？反正不玩了。